明星机场照片中最有气质的一定是韩雪，青春自然还不做作。作为最近很火的女艺人之一的韩雪，看了她的机场照片之后，可以说是更加让人喜欢她了。因为她的机场照真的是很有气质的啊，不是凹造型，很正常的走路，也没有很过分的打扮，衣品可以看得出来很好，但是这个气质是实在藏不住了呢。身材高挑，气质出众，还很清新脱俗，这样的女艺人我们招架不住，而且还有满满的少女感。据说韩雪也是有孩子的人了，为什么还这么有少女感呢？看来颜值和气质这种事情也是没天理的啊。